平時你嚟旅行又點會睇美術館啊？不過今次係貓美術館，咁就唔同講法啦，一齊睇下先。貓美術館高雄場喺博爾藝術特區舉行，展出60件嚟自日本嘅真跡畫作。呢度所有嘅畫都係日本畫家山本修嘅作品，將經典名畫轉曬做貓咪樣。你又認唔認得呢一幅係乜嘢啊？呢度嘅展览真的很有心思噶，好多嘢都加入了猫咪的元素，好似咧梵谷就改咗做猫谷。平时我哋就会养猫做宠物啦，但系呢度啲猫养咩做宠物咧？系老鼠啊！好多作品入面嘅猫狗都换成老鼠。未完噶，睇完画展，仲有好多大咖位等紧大家，等你走入名画入面，化身做猫主角，又可以走入猫谷房间。我只耳仔在哪里？西施猫教堂是高雄独家限定场景，教堂入面每一只猫的造型都没有重复的，还有块镜可以给你自拍。在猫乐园大玩猫主子最喜欢的无线球。认不认得这个猫浮宫呢？你可以在宠物开放日的时候带上你的猫主子入来这里玩。光之猫做出教堂彩绘玻璃的感觉，猫创意空间俾大家自由创作，画低中意嘅猫咪样。山本修先生都有嚟过留低真迹。最后嚟到纪念品区，照片打印机可以俾你印猫美术馆主题画框嘅相，真系好唔舍得啲猫猫啊！好彩佢哋嚟紧咧会喺香港再展出，咁就可以再探佢哋啦。